我找到你们了，所有人警戒，，准备进攻。 说的没错，所以我每天都想着你。很快，我就要送你们兄弟三个在阴曹地府里团聚。 现在我得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所有的县城、据点、树林里的伏击，都是假的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不过你们已经晚了。天造计划已经万事俱备，你们必死无疑。
三弟，我还是让你们失望了。哎，小鬼子不上当啊？啥呀？肯定是你没买好，你滚犊子！可别吵了，要真这么好糊弄的话，咱也不会在武钢手上吃这么大亏。炸弹他们一定会拆掉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关键是他们要用多久。来，先给他们一个小惊喜。别动！全体警戒，继续排雷，冲锋队跟我上！兄弟，这样都往上冲，他妈的真是不要命的主，怎么办？往死里跑！八路竟然敢这样挑衅我！
铃木武雄，郑少君。很好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对方的位置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浪费的时间。在杀了你之前，我得先跟你掰扯掰扯。祸不及家人，咱俩的私人恩怨和我爹。 还有杜鹃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把他们放了。祸不及家人，这话你也好意思说出口？那我哥的死怎么算呢？谁把他杀了，他就必须死吗？还有他的家人，我要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杀死你哥哥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的天皇和你们的帝国。 从你们踏上这片土地起，你们的命运就注定是死亡和失败。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你爹和杜鹃，一个在祭祀医院，一个在内田道馆。你就算救，也只能救一个。你拖的时间越长，你亲人活的几率就越少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 离近些，你和铁路去，我们去祭祀医院。走。停！就他妈一个人，老子不稀罕。去堂口看一看。是。走了。